种由而生的父亲的感觉和温暖是天生的。也许人真的是要经历了很多的生活，经历了很多的人生历练之后，在你的歌声中才会体现出你对于人生的感情和你对于人生的表现力。接下来录下一首歌《幸福和幸福回味》带给大家。10:48，这里是音乐任我行。黄昏街道冷清，都有慢慢呼吸，枫叶纷纷落树，我生气，枫叶带把空气，你无法进去。曾经笑着流泪，就算心已违背，心里的声音它对我说，爱的感觉永久。抱歉啊，现在下次也不肿了。刚刚起到了救星的作用吗？